最近上海街头出现了一批翻新升级的电话亭，结合最近的情人节，又上新了 AI 照相功能，情侣可以在这里合影， AI 为你们生成画作，没有对象的朋友也可以来此体验， AI 给你生成盲盒情侣。除了 AI 照相功能以外，还能够提供视频手语功能，老年人养老金查询，还能帮你一键叫车以及守望相助等服务，以及最实用的功能，它可以打免费的3分钟国内通话，不要钱的。